家好，我是 Kim Chong Ha。你现在收看的是《我爱偶像》。2016年最具话题性的韩国实境节目《Produce 101》获得第四名的金启夏和其他十位成员组成为期一年的限定女团 IOI， 不但发行的专辑都有亮眼的好成绩，广告代言更是接不完。刚刚满档的 IOI 在今年1月底正式解散，分属不同经纪公司的团员们也回到各自的团体继续努力。而唱功和舞蹈实力备受肯定的金启夏，则是以 solo 歌手之姿，在6月份带着首张迷你专辑《Hands on Me》正式出道。我爱偶像也在韩国跟可爱的金启夏见面喽。第一次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他，又少了团员的陪伴，似乎有点紧张呢。哎，在今天的 MTV 我爱偶像，我们来到了首尔。我们要访问的这位朋友呢，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不过呢，虽然是最近个人出道啊，但是呢，事实上大家对他已经相当熟悉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欢迎金启夏。嗨，안녕하세요，처음입니다，만나뵙게돼서반갑습니다。事实上，在这个台湾啊，很多的朋友对你呢已经非常的认识。진짜요？哇，감사합니다。저예전에연습생생활했을때도대만친구가있어서되게가보고싶은나라중하나였거든요。나중에꼭초대해주세요。哇，太棒了！所以现在有朋友是住在台湾？네，있어요。옌이라고혹시보고있을지모르겠는데옌이야보고싶어对，好，希望你可以赶快来台湾跟大家见面。不过这一次呢，我们最替你开心的就是你终于个人出道了。感谢你，哎，感谢你。所以这个对于出道有什么样一个感想呢？우선너무떨리고요。이렇게제가아무래도11명이있다가한명으로줄어들어서부담감도있고그런데색다른모습을보여드릴수있을것같아서좀설렙니다。对啊，我们都有听到那个 Week 这一首歌，是很好听的歌，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吗？네，저의선공개곡월화수목금토일은요일상속의공허함또는이제조금저희 IOI 친구들에대한그리움을담은곡입니다。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现场可以请你为我们大家稍微的唱一段？네，무사비。월화수목금토일난어디쯤에있을까？하루하루지나가는걸잡을수있다면언제까지이곳에서혼자남아있을까？또하루를보내고잠이들어버려。네，呀，对，好，因为呢 ，Week 是之前就先公开的歌，然后在这一次所推出的这个迷你专辑啊，这个主打歌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저의타이틀곡은 Why Don't You Know 라는제목을가지고있고요그리고트로피컬사운드가되게잘어울리는그런좀시원시원하고여름여름한어떻게조금직설적으로표현하자면해변가에있는클럽을 표현한그런느낌의곡입니다。是，然后呢，因为推出这首歌呢，我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也会发现，就是事实上，不管是比较抒情的，还是比较舞曲类的歌，好像你都表现得很好。你自己有没有比较偏好哪一类型的歌呢？사실노래만불렀을땐전발라드를굉장히좋아해요그리고듣는것도되게차분한음악도되게좋아하는데아무래도무대위에서는조금신나게놀고이런걸좋아하다보니까댄스곡을선택하겠습니다。那因为这个在舞台上不管是跳舞啦或者是唱歌的实力啊其实请下都已经被大家认定了。你觉得这个是一个遗传吗？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这方面表演的天分？아니요저희부모님은아마제가가수라는꿈을품었다고말씀을드렸을때굉장히당황을 하셨을거예요제가춤이랑노래는할거라고는한번도생각을못해보셨다고하시더라고요네但是当歌手不是请下你在小时候的心愿吗네어렸을때부터꿈은가수였는데이제뭐진짜꿈이었어요그냥정말정말제가잠자야지만제가제모습을그릴수있는그런꿈이었고조금더현실적인꿈을찾아보자하다가이제도전을어떻게하다하게됐죠네对所以小时候会想要当歌手是不是有受到什么事情的启发
되게계기가여러이제워낙하고싶은마음은굴뚝같으나뭔가다가가지못하는게있었어가지고워낙직업상그러니까그래서계기가좀많았던것같아요뭐그냥지나가다가뭐댄스팀을봐도너무하고싶었고지나가다가뭐진짜보아선배님이효리선배님보면서도너무하고싶었었고그냥걸그룹선배님들보면서도너무하고싶었었고이렇게계기들이되게많은것같아요对啊，所以这样的一段时间很长，包括你当练习生当了这么久，会不会每次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会觉得自己的梦想很遥远？你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吗？네있었어요완전 있었는데전사실제가이진짜포기를해야되나라는마음가짐을되게잊고연습생활을했었는데그진짜딱프로듀스라는프로그램을하기직전에저희같이정말열심히준비하던팀이해체를했어요그래서아진짜내길이아닌가싶어가지고이제나이도조금이제어떻게뭐아이돌의나이를시작하기에는조금차있는나이였어서성인이된나이였어서조금그런생각을많이했었죠프로듀스전에还好有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呢，真的可以在这里访问到晴夏。감사합니다。而且其实有很多人练习生当很久了，在这个镜头前也有很多的观众，他们为了梦想在努力。我觉得你很适合鼓励他们，可以给他们讲一些话吗？전국에계신혹은이세계에계신모든가수연습생분들지방생분들되게먼꿈같지만한발짝한발짝그되게레파토리를정해두면되게좋아요그래서그걸꾸준히한우물만파다보면자기만의수영장이생깁니다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有没有认为哪一个歌手或艺人可能是你的目标你现在也出道了你希望能够往那个方向发展있습니다있지만뭔가너무위대하신분들이对着镜头，如果镜头是男友，你要怎么撒娇嘛？제가진짜시키면잘못하는데대만짱 MTV 짱很可爱耶！你的理想型没有鼻子哦？제가코를그리면너무못생겨질것같아서코는 그냥네 过程里面，你自己有没有认为哪一个歌手或艺人可能是你的目标？你现在也出道了，你希望能够往那个方向发展？있습니다있지만뭔가너무위대하신분들이라서제가이효리선배님을되게존경하고너무좋아해요팬이고그래서이효리선배님처럼되면참정말좋겠다라는생각을많이하고있어요我期待啊，就我们有一天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成绩。那当然不能不提 I O I， 我觉得哈。所以你觉得就是说 I O I 对你来说，因为你之前都习惯团体的活动，那现在是个人活动，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吗？啊，差异哦，엄청나요우선그제가항상인터뷰때마다말씀드리지만그샵시간은너무다르고이동시간도다르고이제아무래도그되게북적임이달라요되게뭐라해야될까요재미가좀다르다고해야될까요그리고표현할수있는것도좀많이다르고솔로의장점은저를좀더많이보여드릴수있는점이좀장점인것같고요그리고또 IY 랑있을땐조금더북적북적한그런가족느낌과좀케미와그런좀더재밌는모습들을많이보여드릴수있는것같아서네둘다너무좋은것같아요不过讲到美容室，就如果人多的话，就要很早去。现在如果个人 solo 的话，应该如果是早上通告，可能可以这个不用那么早出门了吧？네늦게갈수는있지만뭔가제가숙소가아직없어가지고요 그집에서의거리도조금있더라고요그래서뭐비슷하긴하지만그래도뭔가조금더잘수있다는점好不过在第一次你站在舞台上做个人 solo 的演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非常紧张呢너무떨릴것같고떨리고요앞으로도이떨림이 언제까지갈지모르겠습니다저도네적응을언제쯤편하게하려나편하게못할것같아요 所以一直到现在还会吗
네아직도너무떨리고요설레는것도있지만솔로설레려고이제완전무대가설레려고하던찰나에솔로로돼버려서이제설렘반떨림반인것같아요那今天的访问你会紧张吗？네 떨립니다 这个也是第一次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嘛？네처음으로이렇게인사를드리게됐고요이렇게되게다른나라언어로이렇게소통하는것도처음이어서영어말고는또처음이어서되게색다릅니다好那到底私底下请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跟我们在舞台上所看到的你有很相似吗저는잘몰랐는데제친구들이랑 IY 친구들이굉장히차이가많이난다고하더라고요이렇게무대위에선조금글쎄요저희스타일리스트친구도얘기했지만무서울수도있다고평상시에는안그럽니다여러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有点可怕的原因是什么제가그 IY 활동때워러맨때의모습과또이제프로듀스안에서는뱅뱅때의모습이조금대중분들한테는인식이많이돼있더라고요그런뭔가좀세고스모키스모키하고그런모습들이많이저하면딱떠오르는것같아서평상시에는진짜정말화장도거의안하고요그냥추리닝차림에그냥평범한여학생이에요 네所以应该是以下你应该比较不是个性派的人吧네아니아닌것같아요이게잘까먹고덜덜렁대고막그런편이에요那应该算是平常私下也是会撒娇吧아니요얘기는안많아요 아니요얘기는많은것같지않은데네많다고해야되겠죠많습니다 如果是那个用一个男友的视角来看今天的话那现在对着镜头如果镜头是男友你要怎么撒娇吗제가진짜시키면잘못하는데대만짱 MTV 짱 很可爱耶对天门江 MTV 江这个我应该要学起来对不对好之前呢我们也在 OST 就是大力女子都奉顺里面呢有听到这个晴夏的作品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扑通扑通저의두번째 OST 또는혼자부른첫 OST 인데요힘센여자두번구순에서두근두근을제가이렇게참여를하게됐어요 OST 로그래서조금많이달달하고그런조금설레는곡입니다봄봄스러운네我听你唱这个歌超甜的就是哇我有时候想说怎么会有这么 sweet 的声音这样哎呦감사합니다唱得很好啊所以就听完了你就扑通扑通的这样되게녹음할때작곡가님이랑되게씨름을많이했어요이렇게 더달달해야된다더달달해야된다그래서되게웃기게라라라라더막더애쓰고막그랬던기억이나요对刚刚我们有听到一点点的多唱一点啦오설레는만큼다가가고픈커져가는내사랑깨기싫은꿈향기가득꽃바람을타고온그대는나만의봄두근두근네두근두근아이고真的是唱得很好很甜的感觉好就是除了这个唱歌之外当然我们都一直觉得你是跳舞机器大家也都认为你的舞蹈真是没话讲这个跳舞这件事情是你开始当练习生才接触的吗아니요연습생활전에이제춤학원을다녔었어요저는그래서이제선생님께서예쁘게봐주셔가지고제자로받아주셔서그때부터여러가지장르를조금씩접하기시작했죠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吗你的理想型没有鼻子哦제가코를그리면너무못생겨질것같아서코는 그냥네 我们线上将播放不同曲风的歌曲，让晴夏即兴跳舞。相信从小就学习各种舞蹈的晴夏，一定不会被我们考倒吧？
气精气下，舞曲跟儿歌都可以马上跳出来，真的太厉害啦。不过大家都一定很想知道，这么有才华又可爱的女生理想型需要什么条件呢？我们就请下自己画出来吧。아저이상형이이렇게외적으로는딱히없고요그냥잘웃어주고되게착한사람을좋아해요왜나쁜남자대세라고막한국에서는막그런게있는데저는되게착한사람을좋아합니다哦，那可能就是会画一个大的笑脸 的人吧。제가정말한국언어로표현하자면똥손이에요똥손그래서 그림을진짜못그려요아마그래서그냥스마일리페이스하나를그리지않을까 그림진짜못그립니다네제가브라운을되게좋아해서그냥네그냥무난하게이렇게어떡해他非常的紧张코可爱啊对一定要有笑脸 OK 啊对然后你可以签个名吗아정말요그러면은조금뭐넥타이라도아这个应该是他的那个领结너무 네그러면은哎、欸，就是你的理想型没有鼻子哦。哦，제가코를그리면너무못생겨질것같아서코는 그냥네 所以他画的是 Q 版可爱版的，现在正在签名。耶、谢谢。감사합니다好，虽然那个一直觉得自己的图可能画的不好，但是来这个给镜头看一下好了。不会啦，不要害羞的，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哦，不够了哦。对。上面还有签名啊，这个呢，我们之后会在节目中送给大家。啊，죄송합니다。那如果是像除了歌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之外，你自己有没有想要挑战的领域？네저라디오한번진행을해보고싶어요팬분들께서이제라디오진행하면좋을것같다라는말씀을조금몇번들었어요그래서라디오진행을한번真的我也有主持哎너무좋아요라디오那如果有来台湾你可以先来我的那个节目看一下嘛哦너무좋아요초대해주세요네좋아요那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主持一起当 DJ 这样哦너무좋아요너무좋아요对他一定可以因为我看过你主持过几个比较大型的活动的主持人觉得很稳哎，所以应该主持广播也没有问题。哦，感谢你的。对，那因为我是自己当那个 radio 的 MC， 所以我都播我自己喜欢，就是要介绍给大家的歌。如果今天你当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话，你觉得你会想要播谁的歌？哦，되게많아요，되게많은데요。최근에어반자카파선배님들곡이너무좋아서저는지금어반자카파선배님의곡을추천해드리고싶네요那你会播自己的歌吗아쉽게저희타이틀말고수록곡들위주로틀어드리고싶어요만약에된다면네나 IOI 的歌네 IOI 수록곡도좋은게되게많고요그리고특히잔잔한소나기같은경우에도되게듣기좋아요그래서그런곡들위주로到目前为止在这一条路上有没有你自己心里面最感谢的人아무래도저를아침부터저녁까지 케어해주시고계시는저희매니저언니한테감사한다는말씀을꼭드리고싶어요那如果在你自己希望成为歌迷心中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사실어떠한색깔이떠오른다라는아티스트보다어떠한되게다양한색깔을보여드리고다음엔어떤색깔을가지고나올까라는궁금증을남기는그런아티스트가되고싶습니다好一个多元化而可能的歌手那在未来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네저는앞으로 Why Don't You Know 라는타이틀곡으로음악방송에서많이찾아뵐예정이고요그리고기회가된다면라디오도많이 하고싶어요 OK 네一定要来台湾就一定要来跟我一起做广播哦진짜요 好、네、那最后有什么话想对台湾的歌迷说呢네대만팬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청하입니다제가처음으로이렇게인사를하드리게됐는데요다음에꼭대만가서도
제가인사를무대로드리고싶은마음이굴뚝같아요꼭초대해주세요再一次谢金行跳谢谢